最近猪肉真的便宜了好多呀，不少粉丝都在说馋排骨，所以今天就给你们分享一个不需要厨艺也能让排骨无敌好吃的做法，软糯入味，一嗦就脱骨。陛下今日特供香蒸蒜蓉排骨。把排骨洗干净是这道菜好吃的关键，排骨需要加盐和白醋，抓洗2到3分钟，等血沫杂质浮出来，再用清水洗2遍，这样处理过才没有异味。然后准备一碗蒜末，泼油，加盐、白糖、生抽、蚝油，做成蒜蓉酱，全部浇在排骨上，再来一勺淀粉，给它抓匀，腌制1小时。然后在盘底垫一层南瓜片，放上腌好的排骨，大火蒸15分钟就可以啦。还想让包子做什么菜？可以留言告诉我，记得点赞加转发，以及按时来看我吃饭哟。